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我不过是个平凡的女人。 偏偏生在那个风起云涌、波澜壮阔的年代。从我走进爱新觉罗家族的那刻起，幸与不幸、爱与恨便纠缠了我的一生。我有幸被同时代最伟大的两个男人爱过。 我不信，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。这一生啊，做对过，也做错过，可唯一没有变的是责任。 对大清，对黎明苍生的前年，我不过是一个女人。可我知道，当命运把我从科尔沁带出来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不仅仅只是个女人了。 皇室、权力、尊荣，这些常人无法企及的东西，我轻而易举都拥有了。我被人羡慕，可又有谁知道，在这荣华巅峰的背后？ 我承受了怎样的沧桑和痛苦？